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来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吼。来，咱这个系列讲爱会用讲好话，为什么呢？讲好话才会带来好人生。有一个秘密你唔知，今天继续要来讲。当一个人伊若愿意开嘴讲好话，伊会带来属天对上帝遐来的一个福分。这个一般的人唔知影，一般的人敢若知影讲好话带来好心情，这个道理，这叫做道理。这道理老三已经讲过啊，这吼、哦，就算咱无信上帝的人，咱嘛会当得到这个福气。但是呢，咱信上帝的人会当过另外有一个也更加好，哦，相等的福气，就是当一个人愿意讲好话的时阵，上帝的祝福人对天顶来收束这个属天的，对上帝来一种看未到的福气。这是圣经给咱教的。圣经甲咱教讲，你若入去一个人因家呢，你要为伊来祝福，你为伊祝福，哦，啊，这个祝福，伊若无要甜，你的祝福就临到你家己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咱入去一个人因家的时阵，你就是要先讲祝福。你入去到一个场所时，你就是先为伊祝福，咱唔望人好，哦，你若有一款的心的时阵，上帝祝主人也赐福给咱。你若对别人好，你放心，上帝一定对你好。这是圣经的原则。现在讲话呢，带来这么大的福气呢？因为圣经跟咱讲哦，上帝创造这个世间，不是用手呢。上帝创造这个世间，用伊的话。上帝讲，我要安尼，伊就安尼。所以上帝的话是足大的宽边嘛。哦，世间人在做官，现在大家爱做官，因为做官出嘴就好，免出手，啊、哦，免出去行。做官的人。你若讲只要我讲一句话，讲我即摆要爱啥物，迄物件足自然下骹手人吼，拢甲你办个好势好势啊。所以咱来做总统啊，咱来做官，就一旦享受这个特权啊。啊，你免亲自去做，你也一声令下，你一个命令，别人去做。所以你做兵就知影，做兵吼做将军吼，上盖轻松，因为做将军只要话冲啊，下面就冲；伊话冲，伊唔免冲吼；伊话冲啊，下面大家都冲去啊。做当所长嘛是安尼，业绩冲落哦，你业务部吼，这员工哦，这做业绩的吼，做业务的吼，拼啊要死去，咱一个业绩来冲一个200万，你讲好唔好？大家讲好，好，好，好啊，冲啊，冲伊都唔免冲，都恁冲就好啊。恁这做业务的人，恁来去冲。哦，咱一个月车来卖几台，恁去冲。较有人讲当所长，哦，恁讲如良的汽车，较有可能讲严凯泰，哦，人这头家。伊讲可能讲来展示间，你讲啊，拜托你给他买一个啦，我一个月咧冲业绩呢，拜托个啦，先生，我求求你啦，做个好事啦，哦，拜托个啦，哦，啊你哪给他买，我上一件 T 恤你啦，够可怜，对不？人个当署长唔免出来到你门市，他妈甲人咧抛头露面啦，唔免啦，人只要敲一个电话，讲咱一个业绩冲落安尼，吼、哦，下面恁大家冲到变贵啊，所以你敢不知咱人讲个话是真有宽边。真有宽平，因为上帝就是用讲话在管理世界，上帝讲安怎就安怎、哦，所以这个世界是听上帝话在运行。上帝若讲话停，地球就停，唔敢震动呢。上帝甲你话你正，你唔敢扫视呢。上帝话安怎，你就安怎呢？迄个上帝宽平哇。所以呢，上帝啊将这个宽平赏赐予咱人。所以你看咱人会讲话，哦，你看其他的动物伊袂讲话。伊会叫，伊会改，吼、哦，伊袂讲话，吼、哦，伊会唱歌哦，鸟会唱歌，啾啾啾哦，但是伊袂讲话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卡通影片，哦，拢用这个电影咧拍时，拍到袂输只动物，袂输跟他拢会晓讲话同款，因为咱感觉讲，因会晓讲话，唔知偌趣味吼，咱到咧饲个狗啊、猫啊吼，迄个会晓讲话，唔知要偌趣味吼，咱拢会用安尼来想，吼、哦，咱拢会捉住咧，唔望动物来讲话，是安怎？因为咱知影讲。人会讲话实在真快乐，因为咱知影讲，咱人甲动物无共个所在，就是咱会讲话，伊袂讲话，所以咱会当人会当讲话，这是一个宽边。所以呢，亲爱朋友吼，你爱真细腻，你安怎样使用你这个讲话宽边？哦，你爱会样来使用你讲话宽边？你爱讲好话带来好个代志，你爱用讲好话，敢若亲像上帝用伊个话在管理这个世界同款。所以上帝将这个宽平也赏赐予咱人啊！所以当你咧运用这个宽平，当你咧讲好的话，当你咧讲祝福的话的时阵，上帝讲安尼真好，安尼有生活，吼、哦，这囝安尼有生着老爸，吼、哦，上帝会来成就。
所以上帝就是教咱人，爱坐坐讲一挂祝福的话，爱讲积极的话，爱讲造就人的话，卖去讲这个伤害人的话，卖去讲这个歹听的话，好，卖去讲这个垃圾误会这些话。所以咱若一个人有了解吼，当你咧讲好话的时阵，你是带来对上帝遐来的一个宽平呢，吼、哦。上帝将一个宽平赏赐予咱人，予咱人会当来讲话。所以呢，当你若愿意用你的嘴去为人祝福的时阵，足奇妙哦！上帝足自然，就发动这个天使吼，啊就来给你保护。上帝足自然，在这个属灵的这个部分，就是讲这咱人用咱的目睭看未到的部分，有一个真奇妙的一个变化。那有的人咧讲。一般人无信的人讲，叫做磁场啊，哦，讲这磁场的改变吼、哦，其实是一个名词的之一啦，哦，迄一个形容词，就是意思讲，这个真正环境的改变。所以当一个人愿意用咱的嘴来讲出正面的话，来讲出造就人的话，迄、那个气氛足自然，伊就是会改变。迄、那个环境咱看未到的物件，迄、那个属灵的气氛就会来改变。迄、那个灵界。上帝足自然就将福气，是咱人看未到的，就赏赐予咱人。所以咱人要得到福气，唔是即个目睭看会到呢？目睭看会到福气，我食较济咧，唔通啊啦，遮大块要食啥？食啥要创啥？所以有当我来去讲台，人讲，哎，牧师，我请你食饭加食寡，我歹势，我真正我唔敢。是安怎？咱到这个年纪啊吼，迄物件食入去吼是真容易啊，但是哦，要安怎消化掉，足困难的呢？那就运动少啊嘛。哦，所以我变做唔敢食，哦，所以你讲你要讨福气，唔通讨世间嘅福气。干那讲讨世间人讲你食较好咧，哦，你睏较好咧，真正唔免啦。咱若睏得起就好啦，咱唔免就睏到即个五星级别啦，吼，唔免啦。咱要就睏到即个蒙城偌好偌高级别，唔免啦。哦，咱就只要愿意用一个为人祝福嘅心来过生活，咱日子祝福过，咱平平安安，那个上帝属灵嘅福气，那是第一好嘅。哦，属灵的福气，和你一个人的心会快活。哦，无物件会给你，会给你搅扰，无什么观念会给你卡掉咧。哦，咱若想就会得过，想会通，咱的情绪会通得到套房。捌被伤害过的人，未去掉咧迄个伤害内面，伊惊会出来，这就是拢总叫做福气。哦，福气就是经过死阴的山谷，但是呢，未去用害到。福气就是明明大家拢经过一个灾难的时阵，咱望上帝保守，这种物件拢看未到的，拢看未到的啦。你今日有赚到钱，无一定代表福气呢。讲不定迄个金钱为你带来困扰，你就永远你都唔知嘛。你今日升官，你今日下趟地位提高，你讲安尼就是叫做好吗？无一定呢，因迄个背后可能拢要去付出更加大的代价。我给你加薪水，代表你要上班上较晚嘞，代表你要责任较重。和你做主管，代表你要管别人，唔是干那管家己就好，你要管别人。所以，这个世间的福气，拢是咱加减爱去付出一寡代价。这个世间的福气，拢和咱的压力是会增加。但是呢，当一个人专心来挖苦上帝的时阵，上帝讲我要享受和你的福气，那是另外一种。那是恁一般的人用恁的理智，恁无法度了解，那叫做暗中的祝福。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一句话，讲上帝在暗中给你报答，上帝家己的决定讲，伊要安怎让你更加好，伊要安怎让你更加福气，伊要安怎让你更加幸福，上帝自然的决定。所以上帝安怎做的，这咱唔知。这个宽平是伫上帝遐，唔是伫咱人家。所以这种种的观念，你若有了解的时阵，你袂去跟上帝计较。因为你只要好好啊来服侍上帝，你只要愿意。用你讲的话来造就人，你也只要愿意对人讲好话，上帝自然将天顶的福气赏赐予你。迄、那个福气是啥物？真正可能到咱见上帝的时阵，咱才会知影。好、哦，讲不定迄个福气是上帝带领，会当予你未来的生活上会拄着足济足济足奇妙的代志，真美好的经验。讲不定上帝迄个福气是正当你需要的时，上帝派一个天使，派一个贵人来给你帮忙，永远你都唔知影。因为迄种福气是对上帝来，唔是对咱人来，所以咱人家己咱会看无。但是你是活伫福气的中间，安尼是唔是真好？哦，所以讲好话，讲祝福的话，
常常会去敬拜上帝，常常会去感谢上帝。哦，爱人知影讲，将家己内面迄个无好的情绪，迄、那个有毒的迄个情绪，迄种歹的心情，会通淡去煞，会通对家己讲加油加油，我做会到，无要紧啊，跋倒搁爬起来，这就是祝福的话。当你对家己安尼原因来讲，讲上帝，我知你听我。我虽然就是真软弱，我虽然我有含慢，虽然我有真侪缺点，但是我知影讲你是听我的，你甲宣告，你若愿意用安尼的态度，你过生活的时阵，诶，无形中哦，上帝唔知安怎赐我给你，你唔知，啊，我嘛唔知，哦，因为这个主权是伫上帝遐，这个福利啦，上帝要办什么款的福利给你，咱唔知。哦，讲无定就是将来某一天当你最需要的时阵，一个无熟悉的人，可能伊来甲你帮助。啊，你也讲，哎，那真好运，其实不是好运，是过去。当你为你家己祝福的时阵，上帝听到了。哦，上帝讲好，你若有这个心，安尼我来甲你帮忙。因为上帝无要帮助贫惰的人，上帝也无要帮助这些自暴自弃的人。上帝是帮助这些愿意来有企图心、愿意来认真过生活的人。这个道理不是仅仅基督徒知影，世间人嘛知。所以咱世间人一句话讲：爱自助，天才会助。你也家己都唔肯帮助你家己，你就家己糟蹋你家己，你就家己底下埋怨，你家己都已经成功真侪真侪累积的话啊！你已经家己的心情已经乱七八糟啊！你讲上帝啊，你来帮忙，我那是上帝，我就讲我要来帮忙，我唔知道我要来帮忙，因为你实在太负面啦，你实在太混乱了。所以上帝要帮助的人是迄种的，家己愿意站起来的人，有迄个意愿，家己要过好生活的人，有迄个意愿，讲我家己要好好认真过生活，我的生活要来合着主的意思。那这款的人，上帝讲，安尼我会当甲你帮忙，这可以。所以呢，咱每一个人爱一个人，你的对人爱样讲祝福的话，因为当你祝福别人的时候，上帝自然就赐福给你。圣经甲咱讲，咱就算摕一杯茶互人啉，安尼上帝嘛有看呢？上帝拢有咧看，所以你若愿意讲一句祝福的话，你若愿意来为别人来祝福的时阵，你的心都是上帝的心，因为上帝意念都是祝福意念。啊，咱人唔知，小可无拄好呢，就开始批评；小可无拄好呢，伫后壁咱就讲讲一寡有诶无诶话，都咧讲伤害。哦，所以这是咱人性内面足无好的一个部分啦。哦，所以阿边啊改变，就是用讲好话，所以。讲好话就错不了，就讲好话就对啊。尽量咱讲祝福的话，用这个祝福的话带来上帝属天的一个祝福。那个上帝属天的祝福，祝主人带来咱的生活心情一个祝福一个。好，休困这个，等下了呢，咱继续。来，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。来，人生金融，圣经嘛是安尼甲咱教呢？圣经嘛是教咱讲吼，爱会向来讲好话，互人得到利益，得到益处。所以，咱在讲话时阵影响别人，你知无？一定是安尼，因为咱大家拢有耳孔，你听到什么话，都影响你的心情。你若讲无一定听到人咧讲，老三安怎安怎，你若去听看麦，哇，老三足有听心的，哇，你心情足好诶。你还听听讲，伊老三足过身的，吼，你就足生气，一定是安尼嘛？你的耳孔听到别人咧讲你的代志，那听到别人讲好，你就废话；听到别人讲歹，你就生气，你就艰苦心。这个道理大家拢了解，所以圣经讲，咱来尽量，咱来讲好话。因为当你咧讲好话，咱这好话传出去，那听到的人一定会快乐。好话、歹话，拢一定会传出去，一定会传出去。所以当你人愿意讲好话，这个人名声好，人传到达世界的时候，讲到伊，大家拢用一支的，哇，这个人真好安尼，哦，安尼呢，这个人听到这个话，伊的心情是不是就真好啊？啊，所以好话、歹话拢会传染，但是好话的传染是帮助足多人，大家拢快乐。你若讲我老三一个人，这个是我讲十个人的好话，我讲十句好话，是不是我一个人会当让十个人快乐？你讲世间靠这种代志，哪有这好的代志？世间有什么代志是会当以一个人做，但是会当予无数的人拢得到帮助？敢有？有？什么代志？讲话，讲话。
提钱出来还阁有数，对不？我若钱提收做都提钱提收少都分无够啊！我若钱提出来，我要分十个，可能还会看钱。你若分一百个，大家就感觉讲无感觉；你若分一千个，有分敢那无分嘞？但是讲话无同款咯，讲话哦足奇妙的哦，讲话哦你做你讲，哦你讲好话，你一个人会当讲一百个人好话，你一个人当讲一千人好话。原来这一千个人收到的时候，大家人拢总真快乐。你讲这是足奇妙的代志。上帝予咱人的嘴，啊你讲话，结果予你啉茶咧，啉茶呢，啊啉茶也免钱啦，是不是？所以足奇妙的呢。上帝创造咱人讲话，讲祝福的话，你可能家己无感觉，这是足大一个属灵的一个奥妙。因为你讲我唔知要怎服务这个社会，足简单，你讲好话就使。你会晓讲你头家的好话。人拢有缺点啊，但是你卖去讲伊个缺点啊，因为讲缺点也传出去啊，但是你讲好话也传出去啊，啊你就讲好话，好你若讲会晓讲朋友的好话，讲同事的好话，讲太太先生的好话，讲恁老爸老母的好话，你也常常咧讲好话，你若讲了久，你嘛感觉讲我好幸福哦，哦阮爸阮母那会遮尼啊好，哦阮翁阮某那会遮尼啊好，啊我囡仔那会遮尼啊好。当一个人常常讲好话，伊感觉身躯边的人拢是好的时阵，伊也好无？伊当然嘛是好，伊有种幸福的感觉，就是讲，我是足好个呢吼，我身躯边的人安尼想想咧，大家拢真好。啊，你若反倒当来讲讲，啊，这哪拢全歹人，啊，这也唔好，那也唔好，你逐项嫌，你袂快乐无？你当然你袂快乐啊，你无可能会快乐啊，啊，所以咱人。当你咧讲好话的时阵，你也想着讲，这是上帝予咱的一个足大一个宽边。因为透过你只有讲话了了，你人免过哦，你敢若讲话了，对方得到好处。啊，即卖呢，又搁是网络时代，即卖就是讲，你讲好话，唔免着人伫你面头前看到哦，你会当写文章讲伊的好话，哦，你寄一个 email 给伊讲伊的好话，啊，是讲你伫 MSN 伫电脑伫拍字的时阵。哦，你咧拍字的时阵，你讲也好诶。啊，咱啊话阿公阿妈讲，啊，电脑我都未晓用，你通敲电话啊，敲电话互恁囝、互恁孙讲好话互伊听，大家讲祝福的话。好、哦，当你安尼给祝福的时阵，伊袂感觉讲你足麻烦诶。啊，我咧话年纪较大吼，咱一个敲电话尔，甲恁囝讲话，恁囝惊到要死去呢，恁囝足惊接到你的电话呢，因为你电话中你真少讲好话，因为你电话中就是拢咧批评、论断，啊，无就是咧挑剔。啊，就是咧嫌，上爱接收的电话，无人爱接啊。但是咱来改变咱的习惯。今仔日你看老三的节目，你讲安尼，我要来讲好话，因为圣经甲咱讲爱讲好话，上帝教咱讲爱讲好话，造就人话，互人得到益处。你若对即马开始讲好，安尼我对即马开始，我尽量来讲好话。咱若敲电话叫咱的朋友，咱尽量讲好话。咱若敲电话互咱囝。咱孙，咱讲好话。然后少年人讲，敲电话，阮老爸老母，安尼我来讲好话。真正你的环境会变呢，你的心情会变呢。因为当你愿意来讲好话的时阵，上帝对天顶准降落这个好的这个福气，降落伫你所祝福的人的身躯顶。迄、那个人若好，伊对大家拢总好，一定是安尼嘛。因为伊心情好嘛。哦，虽然较早咧讲笑咧，讲咧拍麻雀就知。人咧盘麻将，你若过吼有赚钱的时阵吼，人个足快乐讲啊，这钱好哩。为啥物？这道理足简单，伊有赚到钱，伊赚到的时阵，伊就足欢喜摕出来。好、哦，我用这个做比如，当你为人祝福的时候，这个人得到福气的时阵，伊是不是伊嘛对别人好？一定的嘛，因为伊有满足嘛，因为伊有蒙福嘛。当伊蒙福的时候，伊就足欢喜感恩，伊也去对别人好嘛。所以这个世界呢，哪来哪好？这个世界吼，哪来哪可爱？好、哦，阿、啊、你若反倒等下讲。啊！你若家己拢唔肯，你若家己拢连一句安尼好嘅话，你也足频繁讲，你也无习惯讲，啊！你也未爱讲。咱节目安尼讲到遮济啊，讲叫你会晓讲一个好话咧，你讲我也讲袂出来，安尼就无好代志临到你啊！好、哦，无使上帝给你这个嘴，原本会当开足济支票，就是讲足好嘅支票，啊！你竟然浪费掉，你拢唔开，上食亏，你食亏，因为这本来是你嘅特权，你无去使用。本来当透过你的嘴，上帝要来，上帝的心意要来赐福足济人诶，啊是要透过你去成就，因为感谢你，结果你家己无把握，阿免钱啊，我来讲免钱啊，哦，阿免讲
越复杂越困难啦。电话摕起来，手机摕起来，对不？一个请安，一个祝福，对方都欢喜啊。所以，迄感情好，你谈恋爱的男女都知影。谈恋爱时，你讲提，敢有讲啥要紧的代志？无啦。敢有咧讲业务的代志？无啦。敢若讲我好想你，对方就痛感。啊，讲我好爱你啊，对方就感觉讲哦，今日规个波精神拢来啊，对不？想着讲人伊会想我了，人伊即马虽然无甲做伙，伊的心嘛拢会想我。我好难想到种甜蜜的感觉。你有被祝福到无？有。是不是？所以咱人甲人之间，你若愿意来讲祝福的话，上帝足奇妙，上帝就将这个属灵的福气带到伫这个世间，是透过咱的嘴，啊，搁免钱，搁在你讲，你要讲几言，愈济愈好，是件头超好代志。哦，好啦，今仔日我就到这，吼、哦，大家先看卖了，嘿，后一集请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。无讲未爽快咧，老三带你来环游世界吼，世界足济所在，足济国家的代志，迄真系无讲未爽快。像顶一集，咱圣经讲的罗斯甲咱分享的，迄生理人竟然为着国家，伊愿意来牺牲头红毒血，伊拢无要紧，真正无讲未爽快。来，今日赶紧邀请罗斯继续甲咱分享以色列的故事。今日我要甲咱大家分享我这个以色列故事，就是以色列是一个全国皆兵啊，全国拢是兵啊。啊，你若去以色列行路行，你会感觉足奇怪，啊，唔是兵啊哦，穿普通衫，啊，查甫查某，嘿，平民老百姓，大家拢派一支枪滴，连女的也派哦，查甫查某，因为以色列查甫查某，你为了搞，拢爱做兵，哦，无例外，啊，因嘛感觉足光荣的，是，啊，我有一摆去以色列北边约旦河的源头的所在，哎呀，风景真水。真侪人爱去遐看，因为迄是以色列唯一的一条大溪，叫做约旦溪哈，迄个所在遐。啊，因为真水，所以因学校学生囡啊，初中啊、高中啊，老师拢会带咧。校外教学啦，啊、对，去校外教学。啊，我有一天阮做旅客去到遐一看，哎，哦，一群囡啊，啊边有两三个排枪的人，我想奇怪。还是囡仔，那都要用枪甲过咧。对啊！啊，我就问老师，敌人真厉害呢啊！我问老师，原来老师嘛派枪，家己嘛派枪。我问讲是安怎？伊讲是咧，阮以色列吼，常常有迄个炸弹客吼。是，突发事件。系啊，啊，看到人啊多吼，都甲你炸啊。啊，所以阮在保护，特别阮来保护。声音啊！哇，底下做老师不简单嘞，底下做老师唔是跟他教呢，爱个保护学生嘞。啊，这老师唔是排好款呢。真正因嘛做老师的期间，因那个多等于受训，受训安那怕笑。但是受训唔是受什么在职教育听演讲，是爱去实在嘿，实在的枪击。啊，因有义务爱保护这声音啊。除了老师以外，因政府可以派部队。嘛是过即，因为学生囡仔济。啊，你现在叫做全民皆兵。全民皆兵啦。即句话，咱是用想的是一个形容词，但是你去以色列看到是真正是安尼，唔是形容词尔。啊，咱看到咱会感觉讲啊，足可怜的，即国家咱会弄到安尼。不过吼，你若深深去了解因一些的环境，咱会知影，咱会同情伊。因为安那，因逐日嘛生活伫危险的中间，因为对敌。敌人唔知当时要做啥物动作，无人知呀。是，一粒炸弹都会使炸死几啊十人。对啊！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危机的中间啊。呀，在以色列的人，我前啊集迄集已经有在讲起，唔是伊本来就拢住伫以色列，是拢对美国、英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刷了后，到今日咯，啊，继续有人对美国。对英国、对苏联、对欧洲、对南美洲，拢也够有人在倒转去，继续在倒转了。啊，以色列国家唔是讲你要转，我就欢迎你拢倒转啊。安尼哦，爱国考试哦，爱你是犹太教徒哦，爱你是安怎哦？啊，当然唔免讲啊，你爱有钱，你爱有以色列的血统。DNA 啊 ，DNA 真正是 DNA， 真正 DNA。啊，唔知知影你是真正犹太人，是啊，无你讲阿拉伯人甲假冒是咪？我就惨嘛。
啊，这些人会欢喜来住伫以色列。其实我顶一集有讲，以色列不是讲偌水啦，就头了了啦。不过，这些民族有因的民族意识，和因感觉因会通要伫这来参加建国。啊，其实因这些人伫外国是生活条件真好，本来拢真好。对，那当时那是民族意识啊，这民族意识对对来。当然教育有关的，是父母的教育有关的，各一项因的宗教信仰有关的，就是因的理念，讲阮就是敬拜上帝的民族，这个民族，阮就爱大家做伙活来，在美国发生一摆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希特勒安尼在欧洲杀死600,000的犹太人。当犹太人从杀死的时候，伊说也无国家，无人替因讲的。就可怜了，别的国家有诶嘛，讲好好死好死好死，啊，基本因建国起来了，因诶政府，咱若看伊这个历史，还是看报纸，好像感觉好一些人作孽款，伊无孽未使哩。是啊，这是个背景啊。孽伊就死啊，当然死啊。所以你看，你四周围真侪国家，咱大部分嘛，有去受邀请参加咧，这个60周年诶，这个国庆就对了吼。人迄种诶。迄、那个精神，我想迄个是使咱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所以咱时间的关系，咱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当然还佫足侪其他通介绍，但是还佫足侪其他的国家。所以咱呢以后也再继续邀请老师甲咱分享其他的国家。今日时间到这，多谢大家，多谢老师，多谢大家收看。